那 kilo 咋跑得哇黑啊？实在就是 SUM。好，欢迎来到沙鹿晨冠汽车，我们位在于台中市沙鹿区三民路62号 SUM 沙鹿晨冠汽车。好，今天要给你介绍2019年东华30 A190，它的 CC 数1500cc，俗称发财车。好，我们有这个顺风板、活动式车棚，这台车搭配着2颗安全气囊、盲点、影音快播，这一台是你赚钱的首选，不管是工业的、木工的、载货的都非常实用。重点来了，这一台是自排，不管男生女生都很好开，还有定速，车辆如新。然后你们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有盲点，很少看到货车有盲点的。我讲台语，你大概可能看我都接受，真正好用的发财车，好开省油，够力，日行灯、雾灯。我阁驾前后行车记录器予人客，只要你驾意，这台车绝对上。爱偌济，驾意来就阁讲哈。实际金额，这个是非常抢手的一台车。再来，我们跟你介绍一下这台车实际实跑的里程是4021，它有着胎压侦测器、水温的那个表、油耗，然后在这个部分大灯可以调1、2、3、4上下高度的那个照明的地方 ，BSW 就是我们那个。盲点可开关，然后接的是我们这台车安全气囊、定速、影音快播哦，选台智能快播哈、哦，音量大小声也从这边调整。好用的自排车，还有一个充电座架在哪边？在这个地方，这边还有一个 USB 插口。这 kilo 咋跑得哇黑啊？来，我们副驾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安全气囊。哎，我们这台是高阶的，然后附行车记录器。前后录像、倒车显影，我们这台车都有经过夜市认证。这台车招4000万呢，跟那新的赶快。这台车一样是在原厂保护中，欢迎喜欢的客人赶快来跟我们买车吧。谢谢你们的观赏哈。好，我们位在于台中市沙鹿区三民路62号沙鹿晨冠汽车。这台车发财车是你的首选。看到新车的朋友们，真的很抱歉，我这真正卖到都俗的，50出头万就会使卖你啊，哈。欢迎大家来看一下咧，比较看一下咧。如果喜欢我介绍的朋友们，欢迎订阅、追踪、抢先看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